贴身侍卫，高级点的看门狗。狗东西，你这个刀要是拔出一寸，就是蓄意谋杀太子，罪同谋反，株连九族。现在，你再给我拔个刀看看。不敢了，不敢就滚出去。再往前一步，杀无赦。狗太子，皇后娘娘在向大人谋事一成，我竟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太子，放肆！你怎能如此对待蕊儿？我如何放肆了？赵蕊乃是我太子嫔，我与她恩爱合欢，那是天经地义啊。怎么回事？今天这个李晨像是变了个人一样，完全不是往日唯唯诺诺的样子。你还敢造反？蕊儿虽然是你的太子嫔，但你也不能强行逼迫。皇后这么激动，是吃醋啊？混账东西，你说什么呢？